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先把我游戏是神武幻想，那我们现在要去追捕逃跑的无猎一众咯。宗伯与我左右包夹，立刻将那帮恶徒一举擒获。是他们，站住，别跑。碍事的臭小子处理掉。都给我注意点，连魅影和力刚都找了这小子的道，别和他多纠缠，先剁下他的右手。不对了，请多指教。得罪了，失礼了。必须阻止。得罪了。请多指教。选得好，龟嘶牙是死路，宗伯应该已经绕到上头了吧。你们已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穷追不舍，这臭小子实在刁得很，做个了断吧。失礼了。请多指教。糟了，不会是那个要发生了吧？真倒霉，怎么一遇上这小子就没好事？大伙儿找机会撤。
罪了。怎么回事？错不了，静，是静要降临了。静，小卫星，我现在的神力无法同时守护山和村子。说出你的期望，我会为之拼到最后一刻。宗伯，你的意思是，难道山和村子只有一方能得救？怎能选择？我知道了。宗伯，去吧，用我争取的时间疏散村民。宗伯，山这边怎么办？快走！老天发怒了，老天发怒了！大树，大树，你在哪里？你不要丢下我！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阿娘，阿娘，你在哪里？渔夫，快杀！大家快逃啊！静要降临了！静，静，怎么会在我们村子？我们不是才刚祭神？你这个灾星，谁准你乱说话的？静不可能落在我们村子的，神不可能惩罚我们的。静，这就是静吗？完了，我们逃不掉的，逃不掉了。不试试看怎么知道？没有时间犹豫了，快逃啊！阿福、阿娘、小贝，我要快点找到他们。大树，大树，你在哪里？你不要丢下
小景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？大叔说要去救其他人，所以我想在这里等他。这里很危险，你不要再等他了，快走吧。不，我要等他，他没来的话我不走。这好，如果我看到他会叫他来找你。老师，你振作一点，静要降临了，快逃啊！静，居然是静。陶石，你清醒一点，我们必须快点协助村人离开。离开？我们能逃到哪里去？谁都知道，只要是静降临的地方，几乎无人生还呀。快跟我走。你不要管我了。你，可恶。我们为什么不走？是神法。神法。大叔，阿青，大叔，萧景在门口那边等你。他说你不去找他的话，他不离开。你先带他走吧。不行，村子晃得厉害，我得赶快协助大家离开。可是不用多说，你也快走吧。等等，大叔，你看见我阿父阿娘和小贝了吗？没有，我也一直没有看见他们。我知道了，你自己小心。快移动啊！可恶，是谁在外面？
星儿，星儿是你吗？是我，是我。哥哥，是哥哥。小贝，阿父，阿娘，小贝，你们再等等，我马上救你们出来。星儿，如果推不开，你就别管我们了，快走。星儿，我们恐怕是逃不了了，你别管我们了，快走吧。不，我不走，活下去，我一定要救你们出来。我们了吗？胖胖、花花、大胡子，你们在哪里？你怎么哭了？怎么会变成如此？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无法同时守护山和村子。说出你的期望。山被竟消除了，因为我。村子，旭，村子呢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？阿父、阿娘、小贝，我要快点回村子才行。好，估计大叔为了救我们的飞星而牺牲了自己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好了。那喜欢频道换到频道主页放的图片和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按的赞，以及用最新的消息右下角铃铛把它打开，这样我们随时更新影片，你们就可以收到最第一手的消息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